不念书了吗？我事情关你屁事啊！你自己高中毕业吗？离婚叫做我不会回来了。小孩还在，你在胡说什么？爸爸拜拜。你前夫该不会有外遇吧？没有啊。那你有见过那个外遇对象吗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我是进来找证据。你打算怎么做？告死他。每周日晚间8点到10点，没有你依然灿烂，东森戏剧台全台首播。